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忙碌的地方啊，有时候啊你会不知不觉啊，好像觉得啊他就理所当然是这样子，有时候停下那个脚步稍微看一下过往的人群啊，里面的他们的一个表情是怎么样，每一个人是不是心中有他的一些想法，你就可以看到社会的一个百态，然后同时对自我的一个肯定，或者说我们能不能去帮忙更多人，又产生很好的一个支持啊！当然这是人生啊，血管里面也是啊，我们可以看得到血管里面这是红血球，那有些白血球，那除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血球以外，也有很多这些化学物质。那这些化学物质它本身会不是只是停留在血管里面，它会到某一个地方去以后，会透过我们的一个血管，它本身有通透性，会跑到我们的细胞间质，然后到某一些器官那个地方去啊，去影响到那个细胞，所以它本身会去跟那个细胞做一些结合，结合以后它就会它譬如说我们可以看得到刚刚那样的一个结合以后，它就会启动某一些好像需要进行的那样的一个程式，它会去启动以后，某些东西就会进去，再进而影响细胞里面的行为，它产生出某一些蛋白质出来。这个是人类我们每一天都在进行的一些事情啊，透过神经系统，透过荷尔蒙系统让我们的一个运作，每个细胞知道我该做一些什么事情啊，我们该去负担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啊，这个都是好像看起来就是这样在运作，但是背后的一个精致啊，让人家蛮佩服的。但是它的一个化学分子一定会只作用在，譬如说是肝细胞的话，就只作用在某一些肝细胞上面。为什么？它有特定的那样一个长相的一个受体，好像那个钥匙一样，那个钥匙要对得准，你那个门才打得开啊，它才能够启动后续的一些反应出来。所以那个标靶，意思就是说，确定这是我们所要去治疗的。去对治的一些细胞的时候，这个后续才能产生出它的一个效果出来。所以现代医疗对标靶的那样的一个这个影响啊，标靶治疗对现代医疗的一个影响是非常大的。不只是癌症，某些免疫的一个疾病，它都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细胞的一些影响，影响到细胞的行为，然后这个肿瘤或者是整个一个自体免疫的发炎反应，它就能得到控制啊。所以怎么找到那个靶心呢？我们就针对那个靶心去给它做治疗，这是非常重要，不要伤及无辜啊。因为化疗相对的，它就可能伤及无辜；标靶治疗，它就是单一性的，针对那个该去治疗的一个对象，该去攻击的细胞，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互动啊。好，那大家看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标靶？这是二十世纪啊现代的一个产物啊，但是它以前就有这样做。这是什么？这是耳朵啊，放在耳朵这个地方。那你说这是耳环吗？不是，它是把那个耳垂啊给它扩大的。所以女人真命苦啊，这个真的是蛮辛苦的一个状况。是这个地点是在南非啊，祖鲁族啊，他们用这个方式啊，有时候为了象征富贵啊，你耳朵怎么样把它变大拉大一回事以外，加上那个耳环是一回事，然后想办法给它撑大，哇，这也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一些事情啊。不过人类的历史看过来走过来，那种所谓的为美追寻的背后，都有一些其实非常不健康不好的那样的一个影响。当然穿耳洞戴上那个耳环，现代女生啊还约略可以接受啊，只要不要侵袭性太大。但是呢也有很多我们看到这个耳洞不只是穿一个，在上面的地方也这样一个连续这样穿下来，这个甚至于后续产生软骨发炎的这个情形，我们也有所多见的，所以尽量不要太搞怪啊，这个还是比较好。戴着珍珠耳环的
这样的一个女生啊，回眸一顾啊，哇，这个颠倒众生啊，迷倒众生。维梅尔，17世纪荷兰的画家，他画的这个耳环，好，这是一个耳环，一副耳环。好，请大家看另外一副耳环，这个另外一个女生啊，就没有刚刚那个女生的这个灵活灵现啊，那种气质的高雅，似乎啊，这个啊比较一般性一点啊，但是用耳环来去衬托，用她的一个法式来去衬托，用她的衣着来去衬托，用她正在写信的那样的一个层次来去衬托，这个女生是出类拔萃的。好，您看到的这个大概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情形吧。您再仔细看一下，这里有12颗珍珠啊。12颗珍珠，请您找一下那12颗珍珠在哪里？有啊，那2颗在这里啊，另外10颗在这里。这珍珠项链他没有戴上去，因为戴上去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摆在这里让你啊知道说他很有钱，他总共有12颗珍珠的这个状况啊。我们再把它仔细稍微放大来看，你可以数一下1、2、3、4、5、6、7、8、9、10，再加上耳朵那2颗，总共12颗。维梅尔那个时代有那样的一个珍珠，大的珍珠啊，这表示啊确实他身份地位是不一样。好，请大家看一下，再找一下圆形的珍珠在这个位置啊，这个可能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80岁的一个女性病人，出现的一个问题点是背痛。那么这是显然是脊椎的一个状况，那大家可以看到脊椎有一些地方是因为退化的关系，有点神经的压迫的一个状况。那在这里面，不晓得您有没有看到珍珠？珍珠在哪里？有一个圆形的在这里，在这里，肿瘤在这里。哎，你说这是胸椎啊？胸椎是我们胸部的这个脊椎的这个侧面的，我们去抓它的一个影像。这是背痛啊。啊，背痛为什么会跑到胸椎去？背痛不是应该就是颈椎的问题啊？啊，不，胸椎的问，腰椎的问题啊。背痛就是腰椎这个地方，他腰椎也约略有一些这个稍微退化的一个状况。但是这个跟他年龄来相比，80岁，好像我们80岁有皱纹，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脊椎也有脊椎的皱纹，神经也不是那样的一个，好像通畅性，跟年轻的时候一样。但是这个不能去解释他为什么痛的那么厉害，然后局部还有神经压迫产生出来的这些感觉方面的异常啊，所以神经科的医师才会很机警的找出说他原来问题的点。当你在这个腰椎那个地方没办法解释的时候，胸椎或者甚至于高位的这个颈椎，我们都必须要去考量，所以才找得出这个部分呢、原来是在胸椎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大概将近2公分的一个肿瘤在那个地方，所以它压迫我们的脊髓，所以会造成我们的运动跟知觉方面的一个障碍。这个的一个影响啊，是除了刚刚讲背痛以外，麻的一个状况，还有运动方面的一个这个力道会减少，肌肉的力道减少的时候，这个严重度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才更进一步的去找出来的它的位置以后，才发现说原来是在胸椎那个地方，因为它是胸椎比较低的一个位置，所以有时候压迫的情形跟颈椎跟腰椎高位一点的一个压迫的一个状况会非常类似啊，所以每一个脊椎跟我们的一个这个相对应的一个神经之间都有它在感觉方面它支配的区域，它运动方面它去影响的一个区域，所以这个地方被压迫的时候，因为它是在脊椎里面，所以它压迫的点是蛮厉害的，所以这个透过手术的一个治疗，把这个这是神经根在脊髓神经在这个位置，肿瘤在这个位置啊，去给它做切除的一个动作，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神经外科的医师把它做切除以后，这肿瘤就没有了。没有以后，局部这个地方芒刺在背的那样的一个痛苦解除以后，这病人当然就背不会痛，也就不会有那个感觉的麻木的不舒服，以及运动方面的障碍产生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只是针对他背痛，给他贴了很多的膏药，吃了很多的止痛药，这问题不会解决。所以有背痛又有一些知觉跟运动方面障碍的时候，一定要请医师神经科的医师做很好的一个评估啊。刚刚读信的写信的一个少女，这是读信的阿嬷妈妈，这个信件已经打开再看，打开再看，为的就是思念远方去离乡背井的家人啊，所以那份思念，对家人的思念，要多一份关心吧。来，你收看。